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来看这个课本第十六页啊，这中间那一段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说啊，就下面啊，为世人故啊，于蓝毗尼园中生啊。那么这里是在讲啊，就整个底下是在讲释迦牟尼佛大略啊的这一生，从出生到成佛，乃至于后面到入涅槃啊，这一切基本上都是为了度众生所示现啊。那《法华经》也是这么说啊。那大圣经典的佛陀观跟部派佛教的佛陀观不太一样啊。那初期大圣里面啊，可以说部派佛教里面大众部，它基本上就开始有这一种佛陀来这个世间，他不是一般人啊，他是示现来的啊。那已经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像佛陀会生病，佛陀需要吃饭啊，那么有大小便啊，然后还要也会口渴啊，那也会遇到恶知识，那么这一切都是为了度众生方便示现的啊。那么已经有这样的观念。好，那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上就是说这个成佛啊，然后示现啊，其实他可以直接成佛啊，但是为了度众生，要跟众生一样，所以示现做孩童、幼小、年少、成人，那么不同的诸时中，就是不同的时间啊，过一年、过两年、过十年、过二十年啊，然后就这样跟人的一生一样，次第说悉细数意福欲五欲具足人法，后渐渐老病死苦生厌患心。好，先讲到这里。那我们。他这个过程大概就是跟这个我们说佛传里面、啊、大概佛所行藏啊，算是比较完整啊，比较早的。那跟佛所行藏啊，那么里面说的啊，大概是同一，就是大概同一个次第的啊。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我还没写完啊，就是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佛所行藏里面啊，他讲叫释迦佛。啊，释迦佛的这个整个过程，那他这里是先讲到这个所谓啊，第一个先修学诸数义。那我们说过啊，这个里面也是写数义。那么数义基本上就是啊，一般我们叫做云文云武了啊。就当然你可以啊，基本上就是五数六义，或是说啊，一般五数文义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当然也可以很多种解释。那基本就是说修学啊，基本上分文武这两部分啊。那他这里是说到啊，这个佛陀啊，学射箭啊，学骑马啦 那么学吠陀啦，吠陀就是比较属于我们就文科的嘛啊，我们讲文科跟术科嘛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么学这些经论，然后学这个骑马啦、射箭啦 那这种种的，一文超十相、啊，不管他学什么，很快就学会，而且超过那个教他的人啊。那么当然，这个是对佛陀的一种赞叹。好，那个这是前面讲的啊，五欲啦啊，我们把顺便就是对照课文看。那么这个就是跟佛所行藏讲的啊，大概就是这一段了啊，我们就可以配合《佛所行藏》来看。然后另外啊，受五欲啊，具足人法啊，就讲他娶了没有多久啊，很年轻就娶了这个耶稣陀罗，到底几岁娶的？那有各种说法。
啊，有的时候19岁娶啊，那么后来就生了罗侯罗啊，就是说佛陀在出家以前，罗侯罗已经出生了，这个各个经历基本上都是这样说，但是后来有一种传说，包括大智度里面啊，大智度里面也有啊，就是说佛陀成佛后，罗侯罗才出生，所以很多人啊误会这个耶稣陀罗啊，就是有外遇啊，就是不是佛陀的种了啊。那所以就要烧死他啊，也有这样的传说。然后就开始说到啊，罗侯罗啊，过去生啊塞老鼠洞啊，然后所以他在肚子里面六年啊。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后来我们说各种传说，但事实上根据比较早的这样的一个记载，这个佛陀罗侯罗其实在佛陀出家以前他已经出生了。啊，基本上是这样，这个比较是正确的。那我们因为这个传说，大智里面也是记载这样啊，啊，记载这个佛陀成佛的时候，罗侯罗才出生啊，就六年嘛，在肚子里面六年。那这个其实是就是说，我们说拜官野史了，就是说后面有一些不同的传说。那但实际上是罗侯罗在佛陀出家以前已经出生了，啊，这是一件。那我们因为这样就。编了一个写了一个戒定真香的赞嘛，啊，耶稣免难消灾障啊，就是耶稣陀罗的这件事。那但是这个其实是在佛陀出家以前啊，他罗侯罗已经出生了，而且已经娶了耶稣陀罗。好，那这里有说到啊，这里还有说到啊，他说具足人法后渐渐老病死苦，生厌万心。好。那么这里就开始啊，讲这个是楚公平，这个是李玉平啊，就是开始他佛陀为什么生活那么好，又是王子，未来光明无量啊，那么过得好，吃得好，左右这个他的未来也是好的，为什么他会想出家啊？那么就讲到这件事。那基本上有两种说法啊，但是依《佛陀行赞》的来讲，他是出宫游远啊，啊，就是皇宫里面也有花园，但是净饭王为了这个悉达多啊，这个王子外面也盖了很多花园啊，听说有下雨的时候的啊，有这个春天的，有夏天的啊，有三个宫啊，然后盖得很漂亮啊，所以这个净饭王啊就让劝这个悉达多啊，就尽量在五欲里面，因为他一出生的时候，阿斯陀先生就来跟他说，这个小孩子有32相啊，那么他要不是做转轮圣王，就是会成佛，出家成佛，那么他就只有单传，就只有一个这么一个儿子啊。那应该我们说这个有一些说法是说耶稣。摩耶夫人跟她的姐姐大爱道都是嫁给净饭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爱道也有一个儿子叫难陀啊，到难陀，那么也是这样算来，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那么难陀也是净饭王的儿子啊，但是就是耶稣陀罗这个只生不摩耶夫人大概就只生一个，那没多久就死掉了嘛，只生这个悉达多这一个。那他一直很怕他出家啊，一直很怕他出家，从他出生他就担心这件事，就担心他出家啊。那所以他一直就是想尽各种方法啊，给他享受啊，给他世间的东西，然后也一直跟他说啊，就是我们有责任啊，对国家有责任，对百姓有责任啊，然后对父母有责任啊，就讲这个，然后要让他尽起这个责任。然后就类似都跟他讲这个了，好，然后就让他出去游远啊，就是游那些在王宫外为他盖的花园。好，那三次都是，因为他要去这件事，在《佛陀行赞》有记载，就是说每次要游远之前，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小孩子未来可能出家，那所以他在游远之前已经都这个整理好了，就是说。街道都打扫干净啊，然后这个悉达多王子要经过的地方都要布置得很漂亮，那路上都要扫得很干净
啊，那周遭的那一些比较穷的，他路线会安排好，啊，那比较好的、比较不好的、贫穷的、卑贱的，啊，长得不好看的、老的、病的，全部不能出现，啊，全部不能出现。就我们现在也有点，有一点类似，啊，就是说，比如说我往皇后要过去的，然后就开始有警察啦，有那个保安啦，或是有那个维安的，然后就全部把不好的，说是有问题的都隔离起来，啊，不让他们看到，啊，那像有一些为了要办什么奥运啊什么，然后外国人要来看来看啊，然后就要把那些旧房子全部拆掉，穷人全部先赶走，啊，那类似像这样，那金万王那个时候也做足了功夫，但是啊，但是这个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了，就是看到啊，所谓老病死，而且是分三次的，三次。那一般说是禁居天人，禁居天人这个时候出现啊，通常都是刀立天、梵天，啊、哦，还有摩天，通常是这三个。那在出生或是在成佛的时候，出生跟成佛的时候是四王天、刀立天跟梵天，还有摩天啊。那禁居天人，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啊，就是禁居天，啊，禁居天就。啊，五不还天的，禁居天人啊，他说禁居天的天人，那么这个视线啊，天王啊，那么先视线老人，那我们这个地方就稍微要注意一下了啊。他看到老病死这三种人，那么第一次见老人，他很惊讶，因为他没见过。你没有见过，你第一次见会很震撼啊。那我们没有感觉到什么。我记得我以前第一次见到死人也是非常震撼。亲眼见到死人，因为以前哦，我们乡下哈，只要有人死哈，都不可能见到的，因为他都是棺材，然后抬过去，然后房子都要知道有那个送葬的队伍要经过哈，门都要关起来，门全部要关起来，要进去里面，好像要避煞这样的，通常没有见过，我从小没有见过死人，然后后来有一次亲身见到死人哦，也是非常震撼，就看他躺在那里，我从那个时候。都没有办法睡觉，晚上都没办法睡，啊，我就一直在想人什么为什么会死，死是死到哪里去，啊，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大概有整半年的时间都失眠，然后后来就得了脑神经衰弱啊，真的，然后就吃药啊，吃不好，啊，那非常震撼，就是你会觉得，因为那个人是淹水死的，然后捞起来之后过三天了，然后身体有一点烂，然后。嘴巴这边又有泡然后你看的就是，也不是害怕，但是就是想到，这释迦牟尼想到以后我们也会死，那我们死是什么一回事？死到哪里去？就想到这件事，然后就一直都没有办法睡觉，到了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啊，真的就会有这种，就非常震撼。那见到老人跟病人还不会，释迦牟尼是见到老人跟病人，他就很震撼了、啊。他就很震撼，见到老人，我们周遭很多老人啊，我爷爷奶奶都是老人啊，但是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老人很可爱啊，没有觉得怎么样哦。释迦牟尼见到老人，因为他周遭都是年轻的、庄严的，啊，那么就是比较好看的，类似像这个啊。那么他见到老人，他第一件事就想，那这是什么人？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我们的觉性，就是说我们觉照的能力。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见到好跟不好你怎么想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不会想啊，如果你看到每一个境界你都能够觉照的话，那么你在看经典或是在体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掌握到它的核心，而不是看它的表面，你直接看到它的里面就是实相，而不是表象。因为世间的法都有所谓的表象跟实相，表象就是表现在外面的，那表现在外面的其实是各种因缘合合而成的，那么它真正的实相不是外面的表象可以看见的，你必须穿透表象才能够看透实相，基本上要这样。那么像老病死这个也是一种相而已。好，那它分两个层次，释迦佛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知道有老病死，然后感到害怕。第二个，他自己想：我为什么要害怕这个老病死？我一直害怕是没有用的，我必须解决它。
就是要这样。那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我们也常常会产生害怕哦，然后就忧愁、忧郁，然后不知道怎么办。但是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只会削弱你的心力。所以他后来，那我不应该为这件事情产生害怕，所有人都会这样，我应该努力解决它，就是把忧虑的心，没有忧虑，你那个心就比较有力量，把所有的心力集中在解决你害怕的这件事。比如说啊，很多人害怕鬼，害怕未来生病没有人照顾，害怕未来没有钱啊，害怕自己变丑，害怕自己要很多很多害怕，害怕失去父母，害怕失去小孩，害怕变成贫穷，反正很多，你会害怕很多种事情。那么，那释迦佛一开始啊，他拥有很多，但是他会害怕老病死，但是先要有害怕，就是说你要先了解世间的人都会有老病死，没有一个例外。所以他第一次见到老人，他很震撼，因为他周遭的没有老人。那一般我们不会啦，像我们见到老人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啊，就本来就会老，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会老。我们见到死人，我们也觉得人本来就会死，也不会怎样，啊，但是我们虽然想到我们会死，但是我们会觉得还没有那么快轮到我啊，所以我们也不会害怕啊。那这通常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迷啦，迷失啊，就是你没有绝招。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件事，这个是还蛮可以讲的了，就是说，对我们的修学佛法上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释迦佛为什么可以成佛？他为什么那么快？他只出家到成佛只有六年，啊，他从不懂，完全不懂，我们还是已经学习佛法，他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所谓佛法，他那个时候没有佛法可以学。他也不知道业报因果的道理，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从开始学到他成佛只有六年的时间，他就成就了。为什么？那么这个其实跟他平常看见事，看见一个现象，他就会如理思维，这个很重要。如理思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现在的佛教徒，不管在家出家，比较欠缺的就是如理思维。那你说，我也会想啊，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啊，师父你讲的我知道，但是这个不容易做到。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做不到，那这个就开始分了啊。所以表示说，你知道，还不叫做如理思维，你只是了解这样的解释。当你说这个知道，但是做不到的时候，那个就叫做不如理。为什么？因为他基本上是做到跟知道跟做到之间，它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那我们就是因为这样要修行啊，那所以后来所谓知行合一，那么这个当然不容易，但不容易不是做不到。那为什么做不到？就是为什么知道了之后做不到？那有一些你所谓的知道，你根本只看到表象，你不是真知道，所以才会产生第一个，我知道我做不到，而不是我做不到，我看到的人都做不到，我所知道的人也都做不到，所以我做不到是正常的，本来就做不到，后来就变成这样了，本来就不可能做到，我们又不是佛，后来又变成我们又不是观音菩萨。啊，那是诸佛菩萨的境界，那是祖师大德的境界。好，那这样就叫做不如理思维了哦。我们把自己阻隔在解脱之外，阻隔在祖师大德之外。祖师大德怎么来的？佛怎么来的？那么你要从他，不是说，因为我们大部分重视的都是在。啊，佛怎么降伏魔？啊，那么佛怎么成佛这件事，你不晓得从他出生到他成佛，这每一里路，每一个境界，都是他成佛的过程。从他还没发心离欲要出家，到他要出家这个过程，他是怎么形成的？从他出家到他解脱这个过程又是什么？
那么这每一步，这每一个过程，它都有关系的。如果你在遇见这种事的时候，你不会这样想，那你怎么可能出家？就算你出了家，你遇见这种事，你也是习惯这样想，就是你没有那一种觉照性啊。那你没有那种觉照性，成佛不过就是觉行圆满啊。那么让你的觉察能力变成一种觉悟啊，那么觉悟世间的一切法，一切境界都在你的觉悟范围里面，你觉悟了一切法啊，所以叫做一切智者。那我们如果每一件事发生的每一件事，你都产生烦恼、忧虑、痛苦、恐怖、不安，你都没有能力解决，那你期望有一天我坐在树下努力修行，我就可以开悟，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你的身体健康必须你的生活习惯啊，那么每一次的生活习惯都影响你未来的身体健康。你每一次早餐、午餐、晚餐吃什么，做些什么事，都对你的身心会有影响。那么如果你每一次都是让它变成好的影响，那么你不用刻意求身体健康，那么当然也要有那种力量一直往前，那么你就会有身体健康这件事。好，觉悟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在面对每一次的境界的时候，你都要会想。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怎么想？好，那我们学佛，我们来看看佛陀都是怎么想，他遇见了哪些事，他都怎么想。如果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看祖师大德的传记啊，那么看佛陀的传记，知道佛陀的一生，我们必须要理解，我们必须一直要反省跟反观。如果是我有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我有没有遇见这些事，那我是怎么想，佛是怎么想。好，那我已经不会想了，或不知不觉，但是现在我知道佛是这么想的时候，我学佛，那么我就开始要这样想。那么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并不是因为佛法包含佛所说的，我们所学习的大部分是在佛所说这一块，但是最重要的也有一块叫做佛所行的，佛表现出来的身教，就是佛当时遇见这件事，那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怎么想的。那我们不会这么想，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就要这样想，我们就要这样做，那么这是很重要的。这一块如果你没有察觉到，你天天读很多经典，想要从经典里面去体会到佛法的真实意，那么就不容易，它有隔碍，因为你的心失去了那种觉照力。觉照不是在看经典的时候有分析能力，而是在见世间的一切法的时候，你都能够如理的分析它，如理的觉知它。那么这一块是就是在日常，就禅宗讲的道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它并不是只有日常生活，而是世间的一切法都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说都是缘起合合的，那么都是一种表象，世间执着在表象，包括我，包括后来究竟我也是一种表象。那么你如果没有看办法看得透世间的表象，你怎么能够看到根深蒂固的这个我的真相啊，实相啊，没有办法啊。那我们来看啊，我们就三次见到老病死啊，那么他第一个就先问啊，这个是谁啊？这个是老人，为什么会老？人长大了，渐渐就变老，这没有人例外。他在问旁边的四个侍从，我也会老吗？是的，我也会老。那么他心里面就想到，哎呀，老人驼背啊，然后这个皮肤又重，然后走路又不方便，然后讲话又不清楚，然后就这样啊，非常辛苦。那我也会老，那我以后老了怎么办？没有办法，你只能接受。那么后来他心里面，他还没去到花园，他就不想去了，他心情就不好了。
啊，就不要去了。一直想到我以后会老，会像他那样。啊，那想做的很多事都没有办法做，啊，然后身体就要有很多的病苦，啊，就心里面就不欢喜了，不欢喜就开始产生害怕，这种害怕让他无心再怎么样，无心再游远，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回宫去了。这一回宫，金万王说：“哎，怎么这么快回来了？”啊，这个侍从就跟他说：“啊，是因为啊，做太子啊。”外出见到一个老人 然后他就开始问了很多问题，然后心情就不好啊，就回来了，就不去了。这个建范王想了之后啊，那么第二次啊，再劝他出去游玩啊，然后第二次就更加严范了，就是那个侍从先把周遭老的、病的什么都去掉了啊，然后还派更多的人在弹劾皇范，一有那个老的、病的出现哦，就要把他怎么样？啊，就把他移开了，不让王子见到。结果第二次啊，隔没多久，啊，第一次去就见到老人嘛，啊，那么后来就见到病人，这个病人比老人更糟糕，啊，这病人就很辛苦，躺在那边喘着，要死不死的那一种。可是金万王不是把这些人都排除在外的吗？他怎么能够看到呢？在他到花园的路上，啊，都有那个维安的，都把那些都排除掉了。那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个近居天人变现的，他就变现一个病人，他看到病人比老人更震撼，然后也是这样。那就是什么人？我以后也会病吗？啊，只要是老之后就会病，不老也会病。老有些人不一定活到老，但是从小到大很少不生病的，啊，那么除非你的不杀生业持得非常清净，啊，像伯居罗这样，啊，那无不死，啊，就是他就是不会生病，啊，啊，会老但是不病，啊，那但是我们这个是业报身，他器官会衰化，老就是一种病，老本身就是一种病，啊，那么衰化之后他就会死，啊，就没有办法再运作了，啊，像心脏，啊，能够跳动的次数是有限的，啊，是跳动的次数到了，它就怎么样啊？它就不能再跳了，啊，那个细胞分裂的次数也是有限的，啊，它不能就一直在生，一直在生，没办法，啊，那么看到病人之后，释迦佛也是问，悉达多太子也是问，那么我也会病吗？会，啊，每一个人都会病，啊，没有不病的，所以他出去还没到花园，又回来了，啊，又回来了，又没去了。这金万王看到啊，就开始处罚那一些旁边负责的人，就告诉你们啊，不要让太子啊见到啊这些不好的现象。你怎么让他见到？你们都没有弄好啊，他怎么弄啊？天人事件你没办法啊，他就是会出现啊。然后最后看到死人，更震撼，躺在那里，旁边有人在哭啊。我以前看到死人也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隔壁的那个。毕竟那个邻居啊，然后以前下大雨的时候啊，会涨水啊，会淹水了，然后那个鱼纹里面的鱼都跑出来，然后他们就去抓鱼，结果抓鱼之后就到河里面，那个河都长得很高啊，然后他可能就是淹死在河里面，三天都找不到，第四天找到捞起来，我们都跑去看，小孩子都跑去看，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我才国小，都跑去看。一看到不得了，回来就真的不能睡觉，啊，半年都没办法睡觉，就是睡不好了。第一天回来根本没办法睡，啊，那个心非常害怕，想说一直在想这件事：人死了到底到哪里去？人为什么会死？死了到底到哪里去？有没有灵魂？啊，就想这些事，哇，就想到没办法睡觉。那想到说我死了，就开始会想哦，我死了。我像他那样躺在那里一动都不动了，我的爸爸妈妈在旁边哭，和我的谁在旁边哭，我那个时候我到底是知道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又是什么，我可以想这些呢。后来都没办法睡觉，半年都没办法睡觉，真的看了很多那种脑神经衰弱的药，中医讲都没办法睡。然后后来是念那个开始念那个白衣神咒，然后念那个心经，开始变好的，啊，不然真的没办法啊。
那你会发现到因为起大恐怖心，会非常害怕，想一想说，那如果是我那怎么办？好，那释迦佛你看他开始就说了这些话啊，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的啊，他是第一个先讲这个了啊，然后第二个就讲这个啊。第一个先讲这个，然后第二个先讲这个，但是我们看看这样照这个次序来看啊，可能会比较顺。他说就好像啊，他回来啊，他净化王又劝他怎样，他都没有心了啊。这在讲他为什么会离欲出家，就是他的王宫生活过得那么好啊。一般来讲富贵修道难，但是对一个有觉悟的人来讲，有觉性的人来讲，富贵修道也不难。那么对一个没有觉悟的人来讲，贫穷跟富贵都是障道，贫穷也障道啊，因为贫穷他要修道啊，又吃不饱了，我都吃不饱了，我还跟你去念经，跟你念佛，我明天孩子都养不活了，我还跟你去八关斋戒啊，那没办法啊。那么他越贫穷他越不可能修道，那有些是越富贵越不可能修道，但是对一个能够如理思维的人，不管他身在贫穷，他身在富贵，他都可以修道。富贵，他就叫做真上缘，啊，他不用担心很多事，真上缘。如果是贫穷，他就叫逆真上缘，啊，他都会真上。如果不会想的人，贫穷跟富贵都会让他堕落，啊，富贵就会让他享受五欲。沉溺在五欲之间，贫穷都会让他心生不满，啊，那么他会一样会要追求五欲，就一生都在追求五欲。那么如果富贵的人一生都在享受五欲，啊，那么同样都是什么？同样都是障道。但是对于一个有觉性的人来讲，啊，就觉悟性比较高的，那么贫穷跟富贵都会让他增上。所以我们重点是要启发我们的觉性。那这种觉性就是由看世间的一切你都会反观，那这个很重要啊。比如说释迦佛讲啊，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啊，那这个要应用我们到生活上里面来啊。等一下跟大家讲，他说他据自身，他想到自己会有老病死，然后他后来我们说他分两个层次嘛，第一个他害怕以后我也会这样，所以他一直在这个恐惧之中。后来他怎么走出来的？他就说我不应该害怕他，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这个只是事实，我应该克服他，我不应该害怕这件事，我应该克服这件事，解决这件事啊。你看这个就不一样哦，啊，所以我们说很多人一直活在已经发生的事，这些事是不如意的，他不喜欢，但是他只是一直害怕，一直担忧，一直害怕，一直担忧，他只能无奈的接受。不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和合的，它都是表象。那么你只要是因缘和合的事，就都可以被解决。也许不是现在，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老病死也可以被解决，但是这一次的老病死不会被解决，因为它一定要发生。但发生了之后，以后不会有老病死。那么他还是解决啊。那所以我们在面对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世间上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是因缘和合的，都是无常的，都是无我。但是他没有自信，就是他不一定要这样，或是决定会这样，或是对我来讲我决定要这样，不是的，我是可以改变这些事的。只要你我们叫做缘起有两种嘛，生死流转的跟涅槃幻灭的，它主要的关键是什么？那么我们不去，就是如果我们想让这件事情一直延续，那么我们一直要具足这样的因缘。如果我们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或以后不要再发生，那么我们就要去除它所拥有的关键因素，就是因缘。那么你从这个地方去看，你对于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事，将发生的一切事，或是已发生的一切事，你都不会感到害怕，你都不会感到害怕，因为已经发生了。你从它发生的因缘里面，你知道它怎么发生的，你未来可以截断，
将来会发生的，如果你可以阻止，因为有一些事情不是你个人的因缘，它是共业的因缘啊。比如说很多人担心战争，担心贫穷，那这些不是你应该要担心的，这些不是你应该要担心的。你要担心的是，假设这个事情，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嘛。假设这些事情一定要发生，那么在它发生的时候，共业中还有别业，那么你要怎么面对？你有没有办法面对？那么你要怎么样在里面增上？啊，其实是这样。那或是说你怎么样避免受苦？那么事情还是发生，但是有的人苦，有的人不苦，有的人身心皆苦，有的人身苦心不苦，啊，那么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佛法教导我们就是坦然的面对这个世间，那么知道它形成的原因，并让它，就是你如果要让它继续下去，你就要继续保持这种原因，你如果你不让它继续下去，你必须截断这种原因。好，那所以他后来啊，他回来的时候，这个净饭王很担心他开始啊不喜好这个世间了，所以就用很多的方法啊，因为他里面很多宫女嘛，那么都来啊，都来就是啊，就是来跟他就是找他玩啊，或是啊跟他跳舞给他看啊，反正种种这一些。在武艺上面啊，净饭王是更加足了功力，吃得好的，穿得好的，然后更多的这些他的这些兄弟啦，都年轻的，或是他的这一些宫女啊，全部啊，就是跟他唱歌跳舞这一类的。但是他心里面，他的心已经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了，耿耿于怀。他会觉得，我以后会老，我以后会病，我以后会死。那心里面就挂碍住了，就没有心在做其他。他心里面一直想这件事。好，那么像类似像这样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两个人吵架，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有很多境界，会有发生很多现象。看这两个人在吵架，那我们一般都是用看戏的心情，啊，来看他吵架，啊，男主角、女主角或两个主角他们吵架，其实不是。佛法来看，一件现象。那么它都是表象，那么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反观回来，那么这两个人，比如说这两个人为什么在吵架，他在吵些什么，那么谁比较有理，谁比较没有理啊？那你可以这样分析，没有问题。但是最终你一定要反观回来，我这个人不讲理，那我有没有像他这个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烦恼起来我也不讲理，我有时候烦恼起来也不讲理。那你看到别人不讲理的时候，你就要思维自己有没有这种状况。那你要看到别人讲得条条有理，而且被这个人骂或被这个人讲他都不动心的时候，你也要看，哦，我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就是好的不管一件事情，你一定可以看到好跟不好的。那么看到好的，你就要想我有没有这样；看到不好的，你也要想我有没有这样。那么马上就要想回来。那如果那个吵架的一个是我，那么我应该怎么做，才不会彼此怨恨，或是彼此伤害？我要怎么做？它的关键处在哪里？就是说，这个人一直吵，越吵越凶，跟吵一吵没有多久，他们两个就不吵了。都会有啊，就是会有这种。那么这其中吵跟不吵的因缘在哪里？那如果是我，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这样不好的行为缓和或变好，转化成好的？那么有一些你会看到，多数是越骂越凶，甚至骂到打架啊。然后那这个时候，如果是我，应该怎么做？就是你看到一切现象。你都要能够反观回来，从这一切现象里面如理思维，这样你养成这种习惯，啊，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甚至是一棵树掉下来，一棵树被砍倒，乃至一棵树的叶子掉下来，你都会想，诸行无常的道理，你都会想，
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有所谓的生住异灭这件事，那么你都会想，那我的身体也是这样啊，这棵树经历了啊，这个树叶啊，从小到大，从绿到黄，到掉下来，那么我们的人一生也是会这样。那你就开始想，甚至从一棵树上，你都可以想到你自己。好，那么我们来看，所以你看哦，他第一个是讲这个了啊，他说见他老病死，不知自观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的这样的现象，那么你就要问，你就要知道我有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现象发生在我身上，啊，那么最好的医生就是能够什么预防生病，啊，预防生病，啊，那么能够治那个疑难杂症的，我们都说是最好的，就是那个绝症的，那个绝症把它治好，那个医生最高明，不对，让这个人不会生病，那个医生最高明，让这个人不会生病。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没有生病的时候不会去找医生，其实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跟医生学习怎么样不生病的方法，而不是我们生了病要吃什么药啊。当然已经生病的人就没办法了，最厉害的医生是可以告诉你让你不生病，那么差一点的医生，你生了病他马上跟你治好，不会让这个病恶化变成绝症，那么再差一点的医生就是可以把你的绝症医好。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得了绝症了，或是得了医不好的病了，很难医的病了，疑难杂症了，才要去找最高明的医生。不是，最高明的医生让你不生病，再更高明的医生让你没有生死。佛陀，所以佛陀是大医王嘛，而且就算你在生死之中，你不容易有生病跟心病，生病很难避免，但心病不会。好，那你看哦，他说见他老病死，不知自观察。你看，这个就是重点。见他起烦恼，不知自观察；见他起贪心，不知道自观察；见他起嗔心，不知道自观察；见他无贪心，不知自观察；见他无嗔心，不知自观察。你看，这个就在这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佛法也是这样啊，治一止，法一止。佛陀有说啊，我不摄受众，我不领导众，治一止，法一止。我跟你讲道理，跟你讲方法，你自己依方法得解脱，不是靠我得解脱，不是，不是你在我身边你就可以解脱，不是。何况你在我身边，你都不一定得解脱了，何况你看着我的像拜我，啊，念着我的名字，你可以得解脱。那不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哦，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逝者尼木人，当有何心？你就是你不会想啊。简单讲就是，你就跟那个石头、木头人一样，根本就没有那个心，没有那个会想的心，根本就不会想。那么我们多数的人其实不太关心别人，也不太去观察这个世间，他只关心自己。可是你如果你要知道，你要从观察这个世间来了解自己，从观察别人来了解自己。我们讲这个精进，精进有四种，真正的精进，正精进有四种：以身的恶法，以身的恶法令速断，就是已经生烦恼了，怎么样让它快速的断除这个烦恼；未生的恶法令不生。好，那没有生的恶法，你怎么知道有这个恶法？从观察别人，从观察现象知道的。观察别人哦，在这个地方起贪心，在这个时候起嗔心，你就要想，如果我也在这个时候，我会不会起贪心？如果我也在这种境界下，我会不会起嗔心？你就要想哦。那你想，哎，因为我没有到那种境界嘛，就是说我没有正反的时候嘛，就是说我肚子又饿了，又找不到吃的了，你又在那边埋怨我了，这个时候我就起嗔心了。那你平常没有这个时候，所以你不会起嗔心嘛？但是如果你也在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起嗔心？你就要观察。那你发现到会的时候，可能会的时候，你就要预防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做预防了。所以未生的恶令不生，未生的烦恼令不起。未生的烦恼本来就没有啊，我何必要让它
把时间浪费在这里让他不起，不对，就好像别人招小偷了，那小偷没有进你家嘛，那这个人招小偷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锁换掉，把门窗，把那个门，因为他是从窗户进去的嘛，所以他就把那个窗户加铁条。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想，那么我的家会不会招小偷？会，你马上要做这件事。那个地方有土石流了，那么淹水淹到了，啊，土石流了，你就要想，我这个地方会不会发生土石流？如果会，你马上要解决，种树啦，或是做水道、水沟啦。你不能等他来的时候你再解决，那个亡羊补牢也是可以，但是你必须防范在前面。这个是佛陀教我们的方法，从他去游园的时候，见老病死的时候就有了。那这个后来佛陀在《杂含经》里面有讲到，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对我们学佛的人很重要，就是要自观察这件事，反省自观察这件事。那么从一切境界，从一切境界里面反省自观察。所以他说，然后第二个他说，如空野双树，啊，你看他在这个旷野里面有两棵树，都长得很大，啊，花月巨茂盛。那我们平常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啦，年轻人都这样子的啊，就花月巨茂盛，啊，未来前途无量啊，或是企业家40岁、50岁中年人意气风发啊，都是这样。但你会看到，这个财产又多，儿女又孝顺，意气风发，企业又大的时候，忽然间40岁、50岁猝死啊，或是得了绝症啊，你常常会听到这种事，非常多，非常多。那你听到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啊，这个就很重要。我们很容易从电视、报纸，然后左右邻居、亲戚朋友身上听见很多事，看见很多事，甚至有些事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啊，就是从电视、报纸，从他人的嘴里，还是我们亲眼看到，还是就发生在我们身上。那这一些现象，你都怎么想？想了之后怎么做？那么这一些就决定你未来。你未来修学佛法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因为思想是一种习惯性，思想是一种习惯性，这个习惯才引发你习惯的行为，这个行为就造成你的性格，那么就决定你未来会是怎么样一种人。那你未来会不会是有解脱气氛的人，就决定在你平时是不是如理思维的人，是不是会观察的人。平常这些现象你都不会观察，你认为你可以很清楚的观照无蕴无我吗？我告诉你也不容易。那么粗的现象你都观察不来，你都不会观察，那么细的你怎么观察？表象你都看不到了，第一层你就迷失了，你看不到第二层了，你怎么看到最里面？那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必须除了在佛法上学习的这些，我们必须运用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相。那因为佛法最终就是讲一切法，一切法的实相，一切法不是在文字上，不是在语言上，不是在经论上，就在一切现象上。那么你当然一开始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从经典上开始慢慢扩展到一切法上面，那么这个才能够让你在修行的时候他得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说空野双树，花月巨茂盛，已被斩，有一棵被斩掉了，有一棵被砍掉了，第二不知不，第二棵就在他旁边，他砍掉第一棵会不会来砍第二棵？会。但是他知道害怕吗？不知道害怕啊。那我们有一点像这样，所以一样，他见到老病死就是这种情形。他现在那个时候正年轻，离老、离病、离死有一段距离。那今天砍了这棵树，一个月之后来砍这棵树，一样啊。那么你等一下就轮，所以后来有人讲嘛，啊，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怎样？渐渐轮到我，就讲这件事。所以修行第一个要先从无常，
你要先体会无常，从无常里面发什么？发出离心。他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这个叫做离欲嘛。这个是你怎么样修道，是建立在出离心上面。出离心是先要出离什么？出离生死，就老病死，出离苦。这个心要出离什么？要出离苦。那么包括这个老病死，就出离生死啊，出离这个老病死苦。那所以才要什么？要先出离五欲。那为了要出离五欲，所以要出家。因为家就是五欲的系缚，你在家你就很难脱离这种五欲系缚，你很难脱离，环境所逼，环境所迫，所以变成要出家。所以出家最重要的是要出离五欲，出离五欲最重要的是，因为老病死是五欲为因的，所以要出离老病死。那老病死只是苦的代表而已，所以重点是要出离苦。那这个都从你的出离心开始，所以解脱到发出离心，修什么？修戒定慧，得什么？得正四双八倍，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菩萨道也是建立在出离心上面的，菩萨道也是建立在出离心上面，只是不离这个世间，那么来度众，它本身是出离心的，心不染着五欲的，虽在五欲里面不染着五欲。那么这个必须是在出离心上面完成的，那这个很重要。这个就说到释迦佛在什么时候发出离心觉察，那 后面还有啊，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再继续来看啊，讲到释迦佛在出家以前，那么他遇到些什么事，他看到什么境界，看到什么现象，那么他会怎么想？那我们要反观回来，我们小时候都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境界里面？那我们都怎么想？那我们现在又生活在什么境界里面？那我们又怎么想？那么这个很重要，这个决定了你会不会想，就决定了你会不会修。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觉照性，就算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你还是会想错，还是会想偏，还是会想不到啊。那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就是学习佛陀怎么觉察这个世界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从佛陀的觉察中，那么启发我们的觉察性啊，就觉性了，觉性啊。好，那所以他这里啊，他已经看见老病死的现象，他先了解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老病死，确定了所有人都会有老病死，那就包括我也会有老病死。我现在虽然还没有老病死，但是我未来一定要面对老病死。所以他说老病死自然啊，就是这样的现象决定以后会发生在我身上，决定自无语啊。那这个由不知忧戚啊，真为木石心。好，那么如果你对于你未来一定将要受到的苦，你不会去想，不会想办法去解决它，那么你就跟没有心的人一样啊，木石心，就跟那个木头石头，我们叫做冥顽不化。顽固啊，而且我们叫做冥顽不化啊。那么你会发现到世间上一切的现象都在告诉你道理，但是你就是不懂道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好好去观察思维，那么解析它啊。所以即使啊，我们说以前不是有一个故事叫做阎罗王的五封信啊，一样，当你牙齿开掉的时候啊，当你走路开始摔倒的时候，当你开始想不起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么你就是渐渐要见阎罗王的时候了。那么第一封信先警告你了啊，第二封信再警告你了。那么一样，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收到这个警告信了啊。那么你一定要开始理解，在你有力量的时候，你就要着力去解决这些事情。等到你没有力量的时候，已经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无能为力了。那个时候你就是受苦。那么你一生生世世，你都是事情来了你才要解决，解决不了你就没办法。那你听，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在生死中轮回不断的受苦，因为你从来没有预防过啊，已经发生了。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啊，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就只会在已经发生的事情里面痛苦悲哀，如此而已啊。然后一直想要挽救，一直想要回到从前，一直想希望事情不再发生，但是你没有去努力预防它下一次的发生，所以就每一次都是这样。那么你必须在事情还没来的时候，你就要着力去预防它下一次的发生，因为我们已经看它发生了那么多次，从自己身上，从别人身上，都不断在发生这些事。那么你一直以来都没有去解决，也无力去解决，为什么？甚至你根本就不想去解决，因为你认为这不可能解决，其实它是可以被解决的，其实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是他为什么会出家，他这个还没出家，但是他已经了解到这个现象啊，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的心哦，还没有，他只是想啊。那他到了后来第四次，隔了很久，他都不想再出去，因为他整天都在想这些事。这个我很能体会，因为我自从见了那个死人之后，整整半年，心里面都在想这件事，真的。那也很奇怪，白天就不会，白天不会哦，到了晚上躺下来，因为你晚上睡觉一定要躺下来嘛，躺下来你就想到那个人死了躺在那里，真的。那你就想，我也这样躺这里，我如果也像这样死了，我会在哪里？我存不存在？我就一直想这些事，没有办法。你告诉自己，后来真的是太痛苦了，就告诉自己不要再想了，想这个没有用，没办法，停不下来，没办法不想，真的。你越告诉他不要想了，他还是想，因为已经养成一种习惯，躺下来就想，想了就怕，怕了就睡不着，睡不着了就更想，就这样。后来你要转也转不过来哦，你告诉他不要想或是不会的怎样的，一切会好起来的，没办法，我告诉你没办法，真的。那我很深刻，后来我就开始啊去看那个看那个，那个时候佛教没有这么兴盛啊，很多都是佛道参的啊，所以就开始啊想要念咒啊，但念咒只能转移一部分而已啊。那最后我是啊有修那些那次有修那个大周天小周天，然后又念那个心经啊，然后慢慢那个心就开始啊，因为把那个习惯性转到念心经这边来，念心经念得非常快啊，念得很熟，念到整个心都在心经里面，真的。后来就没有不会去想这个事，慢慢那个心才转过来啊，才开始可以睡觉啊。那么一样就是你看释迦佛其实也是这样哦，他也是这样哦，他这整个心在这里面，当然他可能不会睡不着了啊，但是他整个心都在这里面。到什么时候呢？这第四次出游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旁边的农夫在耕田的时候，要把土挖起来啊，垦壤杀猪虫，就是把那个土壤挖起来虫起来，那被那个耕犁打死，然后那个鸟又来吃这个虫，鸟彼此之间又在争吵要吃这个虫，那所以他就，而且人要打牛，牛才耕田，牛耕田耕过去的时候把土挖起来，那么有些虫被杀死，那有些虫被鸟从土里面挖出来被鸟，因为鸟都知道耕田的时候就躲在旁边，就在旁边，那土挖起来他就马上去吃这个虫啊，他就马上知道这个，然后他就你看，这也是一个现象哦。你就是要观察现象，这整个现象它是什么道理，为什么，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会觉得那别人耕田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是，他就告诉你世间生灭无常苦的现象在这里面。为什么辟支佛坐在树下，单单看见树叶掉下来他就能解脱？它就是一种现象，现象里面背后有实相，啊，里面有实相的。为什么啊？你看虚云老和尚第一次开悟，他拿那个杯子破了，杯子摔破了，为什么他可以开悟？他可以体悟到某些无常，啊，他有很多次类似像开悟的现象。那么他的太太，虚云老和尚有两个太太吗？啊，那都很年轻的，好像是他太太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啊，那个时候他还年轻的时候，啊，然后他拿杯子给他喝茶嘛，然后他杯子很烫嘛，啊，是不是在家的时候出家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啊，就他有一次开悟现象是人家拿杯子给他装热水，他杯子很烫，一烫他掉杯子破掉，好，他从这里体悟到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他很深刻的看到无常，那我们天天摔过那么多杯子，为什么我们都不会想这些东西？我们摔过那么多杯子，为什么我们不会想这些事？那为什么他每一件事情，一件看似非常平凡的事，不起眼的事，为什么他会有那么深刻的体会？那为什么我们那么深刻的事也没有什么体会？差别在哪里？那你要想这些事哦，那你要慢慢体会到世间上，第一个观察世间的所有现象，第一个体会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你都要坐下来，走路的时候坐下来好好想这些事，
我告诉你，养成这个习惯非常好，你的智慧就开始会增上，真的，你开始有如理思维的能力，而且非常深刻。就算你看到经典的一段文字，都不是表面一般人看到的哦，这个文字的解释没有，你会看到这个文字里面的东西，它的义理。所以这个时候你，因为你养成这个习惯，开始你会寻找文字里面的东西。那么你在这个现象里面，现象背后的道理，它在告诉你些什么？那发生的事，打开电视，打开报纸，电视是影像的，报纸是文字的，一样。你打开经典，你眼没有电视，没有报纸，你看现象，世界上发生的事，那么一样，它都在讲些什么道理？它都在陈述些什么道理？那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体会到什么？那么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我们看释迦佛的现象就知道了啊。所以他开始看这个耕田这么一个简单的事。那么你看到了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们的老师，然后去到一个比较就是一个国家里面，然后他有一些就是移民，然后在那个海边哦。在那个海边搭那个木板建起来，因为那是非法的，非法移民，他们很群聚，都群聚在那个海边盖很多那种很简单的那种木板的房子，然后住得很简陋，因为他那个都是非法的，那会太多了，那政府没有拆，啊，然后我们就经过，我们老师就看，就说，哎呀，他就跟我说，卢正啊，你看，啊，这些人哦，那么可怜啊，那么我心里面马上想到的就是。这些人这么可怜是为什么？啊，我就跟我们老师说：“老师啊，这没办法，这是他们的业。就是说，这个你从这个可怜的人里面，马上就看到众生的业报，众生的业报，不同的业，不同的业，那么不同的心造不同的业，不同的业就有不同的报。那这些果报，像我们三界六道都是这样。”由不同的心造不同的业，而受种种的果报。你看大海里面啊，这个《海龙王经》里面，《十三业道经》里面，这个大海里面那么多众生，小的几乎看不到，大的像大鱼那么大，那么种种的形状，种种的业。那么我们就要想，我以后会不会像他那样？我怎么避免像他那样？我应该怎么做？因为你也有可能未来是或未来，你也变成他像他那样，只是为了谋生都很困难，只是为了一个立足之地都很困难。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穿着这个衣服旅游，然后在那边看着他，啊，我们经过嘛，然后那海边，他们看着他在受苦。你看着他受苦，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不是像他那样受苦？你以后有没有可能也像他那样受苦？你怎么样断绝未来像他那样受苦？你要想这些事啊。那么你在所有的现象里面，因为你会看到嘛，比如说你住在道场里面，很简单啊，道场里面也有很多种人啊，很多法师啊，他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修法。那他一样有苦有乐，他平常都在想些什么？他都在执着些什么？那你又在想些什么？你看见他起烦恼的时候，你有没有跟着他一起烦恼？还是你因他起烦恼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你这样下去，你未来会不如他，会比他更烦恼？那你都要想到这些事。那么这些事。他想到了之后，你不想像他一样，不想比他更不好，你必须要截断跟他一样的烦恼。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在看见世间的一切事的时候，一切法的时候，一切现象的时候，你必须从中体会到一些道理，啊，那么如理思维不是依着文字，文字是其一而已，文字只是一切法中的一种。它可能是一种行为，一种现象，无声的，没有语言的。它可能是声音，可能是
可能是影像，那么它只是一种现象，你从现象里面体会到佛法的道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那么这里讲到啊，他看到这个啃狼杀猪走，然后人跟农夫也整身汗，而且那个尘土飞过来，整身都是尘土。那个牛要被打也很累啊，那么一直喘息，因为印度很热嘛，然后耕田，然后就一直喘，然后还要耕田，因为他不走，那个人就会打他，所以他为了他要耕田，那所以这个都非常的疲累，汗流行脆，就汗流浃背，那形体憔悴啊，就这样。所以释迦这个悉达多太子，他本来是要去，他四次出去都没有去到园林哦，都没有，他四次出去要去看花园。他的父王为他建的花园，他四次都没有到花园，到半路见到老病死就回去了。这一次他没回去，这一次他就坐下来，就没有了，就也没有去，就坐下来。大家坐下来，他就仔细看，你看哦，他本来是要去花园的，他就仔细看，他不看花园了，他就仔细看这个现象。你说那就一个农夫耕田有什么好看的？对一般的人来讲，这没什么好看，但对一个觉性被启发的人来讲，每一件事他都在讲一些道理，每一个现象都有一些道理。好，所以他就看到这个，看到什么？众生啊，这个虫住在泥土底下的虫很安稳了吗？他住在泥土底下很安稳了吗？哪里知道农夫耕田把它翻出来了，翻出来那些鸟就马上来吃它，啊，鸟跟鸟要吃虫也要打架，也要抢，人、鸟、虫、牛，啊，看得到的就是畜生道跟人道，那么看得到的东西，虫、牛、鸟、人，那么都什么啊？都苦。都为了生活疲惫辛苦，这虫被吃了苦不苦？死苦啊！这个鸟要吃虫，它没有，它会饥饿啊，它也要吃啊，它要吃虫，它才活得下去啊。虫在土里面，它也要吃啊，它是吃土或吃里面的小虫啊，但是它被翻出来，它就要被吃。那农夫要耕田就要翻土啊，牛要翻土啊，背着犁翻土啊，啊，那农夫也辛苦，牛也辛苦，鸟也辛苦，虫也辛苦，世间就演出一出这样的无常大戏，无常故苦的戏，啊，你看哦，那我们天天看那么多东西，我们会想到这边来吗？不会，我们不会，啊，当然有些人也会，啊，那你开始在一切现象里面看到无常的时候，就是你离解脱比较近的时候了。真的，你要在一切现象里面看到无常生灭，然后在生灭里面再看到那个不生不灭，那个是后来的啊。但是你要先在里面看到无常，所以修行的第一步先看观无常，然后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所得解脱啊。基本上简单讲是这样啊。但是这个无常你要很深刻，深刻不是你坐下来一直在看观无常，不是，深刻是每一个法都在说无常，每一个现象都在说无常，这个是深刻，你很深刻的觉察到世间真的是这样，世间无常叫做诸行无常，然后再深刻的感受到一切众生都苦，诸受是苦。你看，这不是在讲这个道理？在讲这个道理啊！一切众生都苦，我在这一切众生里面一样是苦，不是我苦而已，一切众生都苦。什么苦？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的苦。那么，你在寺院，在家里，在社会。打开电视，打开报纸，你都可以看到，
每看到了你就深刻，深刻一次，那么你完全认可，彻底了知这种道理。啊，那这个气是很重要的，不是在那边想那些形而外的、啊、玄之又玄的东西，不是，不是，就当下直接就体认到，真的是这样，不是想起来应该是这样，不是，不是，也不是佛说是这样，不是，就你看到的就是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跟修行，所谓的修行，其实就是你整个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你都是在观无常的。那么你如果加工用行，心专注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力量，那个时候是非常深刻的，不是你想出来的，而是从你内心真正就是这样体会的。那你一定要把修行，所谓的修行，不是知识上的，不是你观念去作意，然后把它想出来的，不是的，它就是世间的实相。啊，那你看，我们看我们的悉达多太子，我们的世尊，那他是怎么修上来的？你认为这些跟他成佛没关系吗？这个就是他的前方便。我们的前方便就是拜佛、念佛、诵经，我们的前方便是这一些，但是这一些的更前方便，它就是真正的前方便，就是你解脱、觉悟一切法的真实相，要从表象透露，以你的观察透露到实相，你不能停留在表象上。好，所以你看，众生受诸苦，他开始心静下来。他开始委地观察，就坐下来，不要去其他地方了，就坐在这边好好想这一件事，坐在这一边好好想这一件事。那么他就观察这个世间都是这样的，无常生灭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心非常的极静，就入了诸禅，入了三昧。所以他就说了这个话：世间甚辛苦，老病死所坏啊。结合他过去想的老病死，那么一切包括这条牛，牛也会老，也会病，也会死；虫也会老，也会病，也会死；人也会老，也会病，也会死。那么大家都在受苦，虽然大家都在受苦，那么这虫努力免于老病死，鸟它不吃就会死啊，啊，这个牛不耕田，那么也会被打，也会受苦啊。那么以后也会死，但是这一些人，包括农夫，包括牛，包括鸟，包括虫，包括世间跟他一起出游的这些人，啊，这些宫女，这一些堂兄弟、表兄弟，他们都过得很好的日子啊，他们都是来看花赏月的啊，啊，没有赏月，晚上，他们都来看看花游园的啊，啊，来观光的啊，他们都看不到。他们都不认为，现在没有想到这一些，只有悉达多太子一个人坐在这里想这个问题，其他的人就会觉得啊，跟王子出来很不好玩，每次都没有去到花园就回来了，啊，他心情不好是因为他要解决这些事情，觉得老病死，他看到老病死心情不好，其他的人心情也不好，是因为没有得玩，心情不好。你看，那你看，好好想这些事哦。那我们听了这个事之后，那我们平常在看待一切现象的时候，第一个，心要静下来，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不管好不好哦，不管好不好，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心静下来，就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日常里面，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发生一些事。心要静下来，发生了什么事？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我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反应？为什么？合不合乎佛法？有没有助于我解脱，或是让我更深烦恼？
让我受苦，如果让我更生烦恼，造业受苦，那我要怎么办才能免于他继续这样？哎，你要想这些哦，哎，这些常常发生啊，很简单啊，人家跟你讲一句话啊，人家一个眼神啊，你心里面开始就有苦了。那你要想，他这样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因为他这样有苦？我为什么有这种习惯性反应？那么，如果他讲了一句，骂了我一句话，给了我一个不好的态度，那么我为什么要因为这样生气？那么我在生气些什么？那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啊，那么如果他一个不好的语言、不好的眼神、不好的态度，我要想的不是他伤害了我，而是他有烦恼，他现在有烦恼，他依烦恼造业，要为业成熟而受苦，我不可以像他一样，我不能因他的烦恼而烦恼。就好像佛陀看到这些人都在追逐五欲，都五欲是要避免老病死，但是没有办法避免老病死，他要让自己幸福快乐，有生之年就尽量享受，但是最终还是要老病死。那么他不要跟这些人一样，他不要跟这些人一样，但他要怎么做？他在想这些事。那世间都是这样，我也没办法避免，我也没办法避免。所以他知道世间甚辛苦，老病死所坏，终身受大苦而志不觉之。你看哦，所以别人起烦恼的时候，他没有觉知他在起烦恼，他没有觉知他自己伤害人。那我们要不是自己起烦恼去伤害别人，就是别人起了烦恼来伤害我。那不管怎么样，我伤害别人，最终我也要受苦。别人伤害我，我没有察觉，那么我接受了，我也受苦，终身都在不是伤害别人，就被别人伤害，不断在受苦的范围里面。那我要怎么办？所以啊，你看看，其实我们就活在这种世间哦，我们就活在这种生命状态底下哦。你有觉知吗？你察觉了吗？察觉之后，你想办法避免了吗？你是怎么避免的？从你想办法要避免之后，它有没有继续发生？我们学佛修行就是要避免这种啊，不是吗？我们学佛修行就是要避免苦啊，现在的苦、未来的苦、轮回的苦，你有避免了吗？如果没有，事情还是不断发生，我还是不断受苦，而且也没有苦的程度，也没有减轻，苦的次数也没有减少，苦的时间也没有缩短。那你是不是要想一下，你的方法有错了？你是不是应该想一下，你应该改变方法呢？那怎么改变呢？我又不晓得什么方法，所以学习佛法就从这边开始。人家佛陀看到现象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想的，想了之后他是怎么做的，我是怎么做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因为不管我们学习什么经论，学了多少，学了多久，在家出家，我们都是为了离苦而来的。真的，学佛，佛法就是灭苦之道。你必须知道苦因，苦因，苦因决定不在别人身上，绝对不在别人的态度上，不在别人的言语上，不在别人的行为上，在哪里？在先自己的执取上。你执取这种境界了，你执取别人骂你的声音了，执取别人给你的态度了，你执取了，你用它来伤害你自己。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什么？我见我爱。那这个讲到深了，但是你我们说，第一个要先从启发觉性开始，你这个觉性要开放式的，时时觉照这个世间。不是只有你坐下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你在读心经的时候、读金刚经的时候、读般若经的时候，你才有觉性。不是，不是只有你在念佛，很多人念佛也没有觉性啊。很多人念佛没有启发自己的觉性，念佛是为了启发自己的觉性。
设法像佛一样的信愿，是这样的，念佛是为了启发自己的觉性，佛就是觉嘛，觉悟者嘛。那么设法像佛一样的信愿，学习佛一样的行为，其实是这样子的。可是大多数的人念佛为了什么？等待佛的救赎，希望佛帮我消灾免难，希望佛增加我的智慧功德。没有办法，这个不是，这个就表示你念佛没有启发觉性，你的觉性是闭锁状态的。你这个盒子，你里面一个木头是被盒子包起来的，你放在火里面，放在水里面，伸到大海里面，里面那个球，里面那个木头球也没办法进到水，你必须把盒子打开，它才能进水。日积月累，就整个油、整个水都进到那个木头里面。我们的法水也是这样。如果你的心是处于闭锁状态的，你就是天天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我告诉你，你也顶多是一个大外道而已，啊，你也没办法启发觉性，真的。你要像佛一样，觉知这个世间，看到一切现象，你就要会想。这个想最终一定是无常无我，一定要缘起，一定要跟这个结合。你看到的一切境界，你就会知道它整个过程的生灭变化是怎么样。这个就是缘起。生命整个过程的变化就是无明形式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这个是我们生命的。但是现象界的它一样生灭生灭，别人的一样，这件事情一件事情一样，从没有到有，从开始发生到最后现在这个状况，它是整个延续下来的，它是此故彼的，因为这样所以这样，因为这样所以这样，就一直下来变成现在这样。那你不要让它变这样，那你必须要怎么样？看它的关键处在哪里，从哪里截断它。那么，所以无明灭则行灭，爱取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就从这里下手，一样啊。那我们一开始不熟悉，但是要先会想，先会想，想到非常深刻，那么每次做每次做做习惯了，所以每一次的事，每一次的现象，都不会让你苦，就算苦也不会苦很久，啊，这个才是我们学佛的一个什么？学佛的一个目的，啊，那么，所以他这里看啊，他就说终身受大苦而自不觉知。好，那么这里就讲到，啊，释迦佛，你看啊，第五个就见沙门，啊，见到沙门，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一段文啊，我觉得这个还蛮可以跟大家讲的啊，所以，因为这个跟我们的修行有很大的关系，不要以为啊，这个就是啊释迦佛的经历，不是，他为什么可以成佛，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他为什么会成佛？为什么会出家？为什么会修行？为什么在菩提树下他就可以成佛？他的觉性不是在菩提树下开始，是从这里开始的，啊，看到病死开始的。好。那么第五个就开始见到沙门，他从这里看到生灭之后，他又看到另外一种人，叫做沙门。沙门，那么见沙门的时候，他说：“哎，这个是什么人？”因为沙门他是有一个像，他穿粪扫衣，然后剃头，啊，然后他说：“那是什么人？”他的侍从就跟他讲：“那个是沙门。什么叫沙门？啊，就是出家求解脱，要离生死苦的人。”他就是一直把这个老病死苦放在心上，要怎么样解决这种苦，他一直放在心上。现在竟然有人专门为了这个，有这一种人，就是为了解生在这个世间，他生活在这个世间，他的生命就是一生就是要解决这个老病死苦，这个对他很震撼。所以他开始那个时候，他出家的心就在这个见沙门的时候，他也要这样做，因为他虽然现在他年轻，他又富贵，他又有权势，老病死离他还很远，但是再怎么远，一下子就到了。你不要以为多远，释迦佛以前做大梵天王，那个寿命是几万年的，几十万年的，啊，那
现在还不是没有，还不是过了，啊，那么我们已过去那么多生累劫，啊，做过什么做过什么，也现在也都过了，啊，有时候我在想这件事，我是想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年纪轻的时候，啊，那么到现在都过了五十几年了，甚至我在想到我刚出家的时候，现在已经过三十年了。从我出家到现在已经过三十年了，哎，一瞬间而已啊！你再想一想，那么在后面的三十年也是这么一瞬间而已，啊，那你累积了什么？啊，你累积了什么？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时间看起来很慢，但实际上很快，一下。那在想，那我可能在迦摄佛时代，哎，我们就可能已经学佛了。那迦摄佛到现在要过多久了？所以这个其实时间本身它就是虚妄性的啦，啊，它没有说一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啊，大家都是学佛的嘛，不管在家出家，那基本上都是朝着离苦的这个目标去努力的。但是苦到底怎么来的？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由业，但是为什么会造业？当然是由心，所以这个心怎么看待事情，怎么想事情是很决定性的。那这四个就变成后来见老病死跟沙门。后来有一种说法就是他离四城门，就是把他安排在啊东南西北，就见老病死沙门啊，这是另外一种说法了。那这个是最早就是《佛所行藏》里面讲啊，他出宫游远啊。那一般有些就把它变成他出城门看见老病死沙门，啊，就变成这样，啊，那这个是他是第四次出游，前三次见老病死，然后第四次见沙门，啊，那后来在杂含经佛在王舍城竹林精舍的时候就讲过这一部经，那这部经其实就跟佛陀早年的经历是有关的，啊。就是佛刚出家的时候就讲了这部经，就杂含九二二经，它就有四种两码，啊，那么这四种两码就对照啊四种修行人啊，就是四种好的修行人，他说我们先来看这四种两码。他说第一种，顾其边隐随遇者心持数左右。那么有一种马啊，那么就是觉性很高啊，他看见那个主人的鞭子，主人的鞭子的影子啊，因为骑马啊要打马，他才知道打左打右往右，打左往左，打大力就要快一点，打小力就慢一点啊，然后拉那个绳子就停下来，那么他看到他不用打下去，他看到鞭子的影子，就随这个骑这个驾马车这个人遇着，啊，就是那个坐车的人，那么他就知道快慢左右，时速左右，要跑快一点，因为很简单啊，这个马比较聪明，当主人要打大力叫他打快一点的时候，他鞭子会举高一点，那个影子看影子就知道主人鞭子举高了。啊，这个时候他就跑快了，他主人刚鞭子要还没打下去，刚举起来他就跑快了，主人就不用打了，啊，那一样，啊，那要他停下来也是这样，啊，那么要他往右，他靠看鞭子的影子往右，他就知道要往右边跑了；看鞭子的往左，他知道往左边跑了。这个马非常聪明，这是第一种好马，良马好马。第二种啊，这个鞭子要碰到皮跟毛了。稍微碰到皮跟毛，还没真正打下去，他就知道跑了，靠右边，靠左边，快慢啊，他就已经知道了。那么第三个小青皮肉，要打到皮肉有一点痛了，有一点痛了啊，这是一般的嘛，这是一般的嘛，打到皮肉有一点痛了，他才知道要跑，要往哪里跑。那第四个就铁锥刺身，彻肤伤骨，就打到很大力，打到皮开肉绽了。他才知道要跑。好，那这四种，这四种就变成四种善男子，就跟我们修行有关系哦。
所以刚才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怎么就是那个看到世间的现象，那我们要会怎么想？四种善男子、善女人就四种两马比喻四种修行人善男子、善女人就四种修行人，学佛的人那么学佛的人都是两马，都是两马，就是会学佛，但是你会不会学就不一定了你真的会学，那才是两码哦。不会学就不会了好，那么他说第一个一样就是第一个第一个我们用那个黑笔写好了。他说第一个闻他人老病死。闻他人老病死因为释迦佛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后来在竹林精舍，竹林精舍最早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弟子讲这件事他说修行就要像马，因为他过去就见老病死，他这怎么想他怎么想然后他就把这件事讲出来了，跟他的弟子说了那所以在这个是在竹林精舍讲的摩揭陀国的竹林精舍，竹林精舍是最早的道场那杂案九二经，他说闻他人老病死，那么闻以正思维，你看就是这样闻以听到了之后正思维，闻以正思维就是要如理思维啦。所以我说如理思维很重要。我们学习佛法，很多人都有听闻正法，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但是。我发现多数的人不会如理思维，没有如理思维，不会想那么所以因为这样他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那佛法的核心在思维，正思维，正见之后要有正思维，正见依善知识得正见，但是有正见你没有正思维一样没办法。提婆达多有亲近善知识，他跟着佛出家，佛是善知识，他听佛说法，佛说出来的法都是正见，佛没有说邪见的，六识外道还有邪见。提婆达多亲近的是真正的善知识，听的是真正的正见，但是他没有正思维，他没有正思维，所以他也起烦恼堕地狱。你看，有亲近善知识，有听闻正法，但是因为没有正思维，他也没办法得解脱，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利益。那正思维很重要，我们大部分的人从佛法上得到正见。但不一定会起正思维，不一定所以这一点就决定了你是不是一匹好马，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你是不是真正能离苦，就决定了这件事。那正思维一定第一个要正思维，就是如理思维。那你不能够想一次想懂了就好，不行。如理思维要怎么样？要硕专精的如理思维。以前佛陀讲完经，或是要去听佛陀讲经的人都会这么说，我闻法后他请佛陀为他说法，然后他知道然后他会先跟佛陀讲我闻法后就是请佛陀为我说法请世尊为我说法，请世尊为我略说法要他去请世尊为他说法，就是到竹林精舍，到奇缘精舍，然后想要听法，想要知道怎么解脱，请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闻法后，当独一静处，独一静处，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当独一静处专精思维。就是你看释迦佛有没有看了这个现象，他就在想世间无常苦，他坐下来好好想这整个过程，整件世间的现象是怎么一回事，我在这个世间上又是怎么一回事，独一静处专精坐下来，你看他也要坐下来好好想，好好想，努力想，深刻的想，
啊，那专精思维，就读一进处专精思维，还要专精思维，不放逸住。不放逸就是一直在想这件事。我们是偶尔想，想一想，想不通，不要想了。想不到啊，不用想了。不会想，会想又想不通，想不透，那就不要想了，就后来就不想了啊，不要想了，不是要给他想清楚，想明白，想彻底，必须要怎么样？专精思维，然后怎么样？烁烁思维。所以啊，我常常讲，重点佛法的重点在思维，因为闻对佛教徒来讲，他有多闻。对异教徒就没有，他一定要先闻，闻正见，知道佛法。那异教徒或是凡夫不没有接近过佛法的不知道，但是佛教徒本身在闻这一部分，啊，但是还不一定有正见哦，啊，因为就佛法后来混外道混的混乱外道混得很厉害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在佛陀时代啊，或是在这个时候，多数人还是有正见的了啊，就是其实应该说多数人没有正见了，但是从这个世间的众生来讲，佛教徒的正见还是比较多的啦，啊，因为佛教徒比较有正见，啊，跟外道比起来了，啊，闻思修嘛，佛法就是这样啊，闻思修正啊，啊，那闻这一部分，老实讲，我们不缺了，我们不缺，我们缺的是思，因为没有思，你后面就修不起来。你后面的修不是透过闻思之后的修，你那个修是外道修而已，啊，你一直念佛，一直拜佛，一直持咒，啊，那么做这一些事情，顶多就是世间或是外道，啊，顶多是这样，啊，那么因为这个不是透过正思维而来的，深刻的理解，那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我发现多数的人，没有思之后就修，闭关起来啊，念佛啊，这个100天、90天、7天不坐不卧，苦修，苦修啊。佛陀以前也苦修过啊，苦修没有正思维的苦修，基本上就是外道法。没有正思维的苦修，不管你多努力啊，我说过，我以前烦恼起来，一天拜3000拜，3000拜呢。我还要上课，然后就这样拜，拜很快，也拜到习惯了，很快就很快。但我就要拜3000拜啊，我觉得这样可以除烦恼啊。念88佛，一天念2遍，早上一遍，晚上88佛，除罪很快。啊，没有正思维的修行，它不是没有力量。外道也有力量啊，你外道没力量啊？苦行外道也有力量，它也有神通啊，它也可以除烦恼啊，但不能断烦恼，根不断啊，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那不是办法。很多人不知道啊，那个在禅定里面，心都不起啦，他哪会有烦恼？这无色界的心，他根本就不起了，没有寻思，他心非常非常的极静，他哪有烦恼？但是离开定的时候，境界来了就有烦恼。啊，那佛法它是从慧啊，那么它的正，它必须从修。修必须从思来，如理思维而来。那如理思维要天文正法，天文正法我们有，我们都是略过这个思维，稍微想一下，甚至不想，然后听了之后啊，就开始修，啊，比如说念佛啊，就开始佛号就一直念啊，一想要念到一心不乱，一天都在念啊，那你都没有想，那什么叫做佛？为什么要念佛？念了佛会怎么样？那为什么要这样？你都没有想这些问题，那平常怎么念佛？这些你只是啊，比如说苦行也是这样，一码一脉，啊，你都没有想啊，这个修这个一码一脉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修这个？啊，那修的真的会得到吗？啊，比如说啊，举个例来讲，那印度人现在很多还在恒河里面沐浴，啊，虽然很脏，但是他们觉得是圣水。啊，佛陀也问过啊，问过那些苦行的外道啊，啊，如果靠一码一脉，比如饥饿，让你的身体产生饥饿，或是不吃东西，他就可以解脱。那一些没有得吃的人，他不是比较快解脱，对不对？他天天在饥饿，那如果靠这个恒河的水，他就可以除罪。那住在水里面的那些鱼虾，那不是都没有罪？这没有道理嘛，是不是？那所以
你没有去想这些道理，但是人家告诉你这个方法，你就卯起劲来修，就拼了命在修，可是能成就吗？不能啊，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思维。那思维基本上就是要如理，要符合缘起，符合无常。所以你怎么想怎么想，一定要想到缘起无常无我这边来。如果你所想的跟缘起无常无我不相应，你的法不是佛法。那要怎么样？要专精思维。你要专精，自心一处，无事不办，那个道理才想得通。还要怎么样？要烁烁思维，要一次又一次，要一次又一次，不断不断的这样去想，不断不断的这样去想。世间每一法都是无常，世间每一法都是无我，世间每一法都是缘起。那么在众生上，你可以看到他苦是因为业，业是因为烦恼。你在任何一个众生上，你都可以看见这种现象，在自己身上也看见这种现象。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烁烁。所以要如理思维，要专精思维，要烁烁思维，要先要如理思维，由正见得来的，要先做如理思维。如理思维之后，要专精的如理思维，然后要烁烁的专精如理思维。那么你这样才能够进入修行的次第。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一段把它落掉了。好，那再一点时间啊，把这个四个讲完，稍微先讲一下啊。好，他说闻他人老病死，闻以正思维。人生恐怖，人生恐怖基本上就是能够厌离，厌离这个世间，要处理这个世间，处理无欲。人生恐怖，你就是你会有警觉性啊。那么于正法律而能自调啊，你看，这个是佛陀，应该是成佛不久就为他的弟子讲的，因为这个是他为什么成佛的经验哦。啊，你看哦，于正法律就是如来所说的法跟律，那么怎么样？能自调伏，能依着法修行啊。你看，因为如来所说的正法律啊，法跟律。基本上就是为了调伏烦恼，就是调伏烦恼是为了怎么样？远离恐怖颠倒梦想，就是要离苦的啊。基本上是这样。这个是第一个，闻他人老病死，闻以正思维。那第二个啊，我们先大概讲一下这个。第二个就是啊，那见他，就是你不只是听到，更深刻的见他聚落。见他聚落啊，那么人啊，就是见他人了，其实就是见他人，见他人啊，哪一个就是你有看到啊，这个村里面啊，哪些人啊，老病死，见以啊，见他人老病死，那么见以正思维啊，人生恐怖心一样，后面是一样，见以正思维，人生恐怖心。你就开始想啊，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啊，后面是一样的。然后你再依，你要解决这件事情，要依佛法。佛法，佛已经是解决的人了。此事苦我已知，此事苦奴应知啊，此事急我已断，此事急奴应断，此事道我已修，此事道奴应修啊，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佛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告诉你方法，我们依这个方法，那么这个也是佛修行过来的。你要先对老病死有一个彻底的觉知，然后第一种好嘛，听到别人这样想，他就会想了。听到别人有这种现象，你就开始想，那我有没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如果会，那我现在就要怎么预防？在境界来的时候，我才能够提醒我自己。你就要想啊。你不要等境界来，那个时候没有力啊，没有方法，你平常就要练起来用啊。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见至亲友，看到自己的亲友，这个更深刻了啊。我看那个祖师大德的传记的时候，看到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会出家也是因为
他的爸爸好像一年念不到死了几个人啊，那么他就知道这个世间无常，以后会轮到我，那么我必须现在要赶快去解决这件事情。很多祖师大德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出家的，就是见至亲友啊，有的是爸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妈妈，就周遭的人，在他像印顺导师也是这样。印顺导师，你看他的平管的一生里面，他出家是因为他那一年里面跟他住在一起的叔公，还有他的爸爸的样子，然后都死了，啊，一年内不知道死了几个，然后他觉得世间真的是无常，他就开始啊，那个心无出离心就有，啊，就见他聚落，见他亲友，老病死，啊，然后见你啊一样，人生恐怖心。恐怖不是看到他，那个死人很恐怖，不是啊，不是看到死人恐怖啊，是看到自己也会死恐怖啊。啊，以前我们小孩子，死人很恐怖，会去刷掉啊，相关边啊门紧关起来，门赶快关起来啊，会被吓到，不是啊，是想到我也会死，我死，我将到哪里去？是什么状态？不知道，其实这个产生恐怖啊，不是现在我们见到死人也会恐怖啊。会见死人不吉祥啊，避讳嘛，讳嘛，啊，我们会觉得死人就是死人的骨头，你都不敢啊，不敢看啊，啊，或是有些死人身体，就是觉得死人不吉祥，啊，就要避讳，是因为这样恐怖？不是，这样你就没有如理思维哦，是想到我以后也会成为这样，由这个起恐怖，不是看那个死人啊，那会带衰啊。啊，然后会有怎么样？会不吉祥？不是这样，这样不对，这样是错误的啊。然后第三个是见至亲友，第四个呢就是自己了啊。你看，第四个于自身，自己开始老，开始病，开始快死了啊。于自身老病死啊，那么人生恐怖啊，于正法律之条五。那有一些人，这个就更多了啊，开始生病了，然后有绝症啊，或是病人或老了啦、病了啦、穷了啦，开始要出家，开始要修行，觉得他没有什么时间了。那么就算这一种，他也是两码，只要能够想修行、想要离苦、想要解脱，都是好码，都是好码啊。那这一种就越来越难了啦。你等到你自身已经剩下没有几天了，快死了，他要出家也有很多这种的。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但是就算你在那个时候你想休息，你都是好马。还有一种就是自己发生这样了，他也不想死，我时间没有多少了，我要趁着有限的时间赶快什么，赶快去享乐，还有这样啊，赶快去旅游世界，赶快去做什么，赶快去做我以前想做没有做的事，不是要赶快休息了。但是也有人，还有些人就是什么，我们说过四种马嘛，打到皮开肉绽了，这个就是第四种，啊，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彻夫三骨了。但是你这样会想修行，都是好马。还有一种打死了都不跑的那一种，就已经发生在自己身上了。那么自己都快死了，都快没命了，还想办法要怎么样？啊，去求仙丹，求仙丹要把命延续。不是，这个时候不是求仙丹，要求佛法。命没有延续没关系。在一天能够理解缘起法，都好过你健健康康活一百年。你要知道，啊，所以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一天甚至一个小时，你都要用全心、全身的力量，因为就这么一个小时，你要能够专心理解这个世间的无常，生出离心，就算没有解脱，你未来这个心相续。要死之前这个心相续，你再来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得解脱，真的。那你要死的时候，就算剩一个小时啦，剩十分钟啦，你在那边害怕恐怖，你死了就带着害怕恐怖的心去，那么你在这十分钟里面，你很安静下来，体会这个生的苦，体会你这一生整个世间走过的无常，那么在了解这无常生命里面这个一切法的缘起，就算你那个时候没解脱，你再来的时候心相续、业相续、习惯相续，这个时候你再来，你会很容易遇见佛法。遇见佛法，你在听到佛讲无常的时候会非常深刻，非常深刻。这个时候
你前生那十分钟所做的如理思维，就是你来生的什么真上缘助道法。你看哦，是这样哦。所以你记得，因为我们都会有这个时候嘛。啊，有些人当然没有，有些人就比较自在。但是记得，假设在那个时候，你不要慌，接受死亡这件事。但死亡不是真的死亡，是换另外一个形态而已，换另外一个形态再来一次而已。所以你就当作前天睡觉，今天起来要记得是什么事。你前天晚上还在想的是今天起来，前一生的事，就算要死了，这个身体都烂了快了，换一个更好。但是那个心不会换，身体会换，心不会换。所以要让那个心延续，在这一生我都没想到。最后这一刻，我一定要把它牢牢记住，非常深刻。在你在投胎来的时候，那么你在遇见的时候，那个深刻的种子遇水则发，遇这个法水，它很快就长出来。你前生临死之前所念的法，就是你未来你遇见佛法的时候，你可以如理思维的千方便。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跟不会想就差很多，你会做跟不会做就差很多。修行不修行不是看你就坐在那里拿着念珠，不是的，是看你的心遇见境界，有境界没境界，动的时候静的时候你都怎么想，这个很重要。甚至在临命中的时候你是怎么想。好，我们就这个是后来佛陀就跟这个佛弟子讲四种两码，比喻什么四种人，四种善知识，四种善男子善女人。那么佛陀为什么这么讲？很明显，他过去年轻的时候见老病死，他怎么想？他把这个经验传授给你们，你要怎么想？于正法律能治调伏，就是能安住在佛法里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因为时间到，啊，耽误了一点时间，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